2022年度赛马会唔系足球杯高等院校组25岁以下男子组嘅季军战就结束咗啦。咁而家就会颁发季军同埋殿军嘅。好，跟住落嚟，季军，香港城市大学，恭喜晒。 OK，OK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心啊！呢边啊，呢边，呢边，呢边。前阵那个唱歌的歌是一样的，前脚两个，现在我就做。我上机啊，大家。